光芒都失去颜色，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。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，让我寂寞。周深在歌曲不断屠榜时，综艺和舞台也接连不断，妥妥的劳模本模。《奔跑吧，共同富裕》篇首期已播出，且还在录制期间，刚刚结束了金鹰奖舞台的三连唱，就又连续官宣了几个舞台和综艺，只能说作为周深的粉丝就是幸福。请期待吧。为什么不张嘴？没错，就是我现在呀，还没找到那个歌词，没找歌词我怎么唱？哎呦喂，一口全吃掉，哎呦，咋个了？阿猫咪，阿猫变成我的颜料，猫咪阿猫咪，坏的背后全都发光，猫咪阿猫咪。前段时间一直流传周深将参加《时光音乐会二》，也已经官宣确定，定档12月2号播出。目前已经有了周深相关的路透，周深的热度和话题非常突出，社交媒体上不断有人推荐周深的歌单。虽然这个节目是嘉宾互相翻唱演绎各自的代表作品，但能听到周深的独唱甚至是清唱，也是极为值得的。这档慢音综聚集了这么多优秀歌手，定会出现高质量的舞台。
大家一起期待吧。最后11月3号的腾讯招商会上，周深出现在了综艺《超时空计划》中。根据网传消息，拟邀嘉宾有孙红雷、杨洋、杨紫、周深、杨迪等。虽然是拟邀，周深应该基本确定是要参加的，毕竟在招商会上介绍这档综艺时放上了周深的照片，如果不确定基本不会这样做。其实相对这几个舞台的正式播出视频，更期待台下的花絮部分，比如共创之夜舞台周深和吉克隽逸的互动。要知道在一起参加歌手时，他们两个就贡献了无数的经典场面和笑点，还一起直播跳过舞。而在时光音乐会上，周深和邓紫棋两个人年龄相仿，都有着令人目瞪口呆的高音，又有着有趣的灵魂，肯定会贡献无数的名场面和爆笑场面。而超时空计划拟邀嘉宾如果成真，那又可以看到双胞胎互争互抢的场面了，肯定会碰撞出令人欣喜的火花，真的很期待。天赐的声音导演宣布第四季节目进入筹备期，周深加盟呼声最高。在导演微博下面有一个话题投票，天赐的声音里你最喜欢的声音推荐人是谁呢？其中周深的加盟呼声是所有里面最高的，收获了12644票。同时在相关话题的讨论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网友提及周深的名字，但按照目前网传信息和周深的行程来看，希望不是很大，毕竟再大的能量也会分身乏术。不过还是期待一下最后结果。微博上最近有个内娱清唱天花板的话题，你觉得周深的清唱会在什么水平呢？你最期待周深的哪个综艺呢？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梦天，你又相信我们今生有缘，今生的